驻美国总支部第26次代表大会向国父铜像献花致敬仪式，请占领员就位，请中维军常委跟那个武汉涛委员就位，请全体肃立，请主宪者就位，请中华民国驻美代表袁建生大使就位，请中华民国驻旧金山办事处江国强处长就位，请中国国民党中央主发会海外部夏大明主任就位，献花。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请复位，请各位中央评议委员、中央委员、中央候补委员就位。献花。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请复位。